按照王老师讲的消费免费存款法，使最快的速度营业额翻三倍翻五倍。什么叫消费免费存款法？非常简单，你今天在我这个餐厅吃了3000块，我以餐厅为例啊，过去是不是人家拿着支付宝和微信把这个钱付掉就结束了？哎，同意吗？啊，今天我是这么做的，今天是我们店10周年店庆，你只要充值6000，一卡里有6000可以消费，二以后来我这儿消费打95折，三你朋友来消费我还有10%给你的积分，积分可以消费，第四为了教你这个朋友，今天的3000块免单，充还是不充，划不划算？我揭秘一下给大家看，为什么这种模式的杀伤力在哪里。好了，我给大家看，首先第一，这是打几折啊？打5折，你们从哪里来学来的打5折？好了，我收钱收了多少？6000，我要支付的是6000加3000，所以等于打几折几折？6.7折，餐饮的毛利是不是5折啊？所以我用这种模式打，我亏不亏钱？不亏，略微有一点盈利，10%到20%之间的盈利。哎，各位同意吧？第二，他充了6000块，是不是他来消费的次数会多啊？我是不是还有机会赚他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的钱？如果今天都把3000块付完了，他有可能下次不来了。但是他6000在我这儿，他下次一定还得来。哎，各位老板同意吗？你看，一赚同样多的钱，第二现金流翻1倍，三我的客流的次数还要翻2倍、翻3倍、翻4倍，这是不是很划算？好了，王老师教大家如何回去立刻马上可以用。我确定，只要是王老师的 VIP 学员，你们不需要落地，因为我直接把落地方案给你了，你拿去就可以用，连思考都不用思考。你从今天慢慢往下听。